为土地和营建成本高涨的情况下，别墅新屋市场日渐稀少。而位在淡海新市镇的天水一墅，特地在市中心打造百坪电梯别墅，只要三字头就能让你入住绝美好宅。天水一墅拥有约6300坪壮阔基地，3500坪法式中庭花园，更拥有三大良好一超值的优势，一开案就吸引自营商、医师等高端客户青睐。它拥有大基地，6300坪的大基地，而且限量只有122席的电梯双拼别墅。再来，它拥有一个非常大的空间，每一户呢都是90到110坪的尺度，居住起来非常的舒适。再来就是有一个非常大享受，本身这个建案它规划有3500坪的中庭花园，再加上有350坪的独栋星级会所，它紧邻在公司田西以及万坪的公园旁，每一户呢几乎可以享受更多金。它位于市中心的别墅，临近捷运站，只要有3分钟步行的距离，离生活采买通通都在10分钟以内就可以走得到。这个建案呢，它最超值就是因为它的公设比大约在15%，可是它可以享受到非常丰富的公共设施。淡海新市镇有一条最重要的淡江大桥，它在明年即将要通车，再加上淡北大路也即将开工，主要是因为它紧邻北市科，只要20分钟。淡海新市镇也加做了一条这个捷运的蓝线，未来都会在整个淡水淡海新市镇这个区块造成我想一个房价目前它的基值是比较低的所以我们觉得它未来是非常有发展的一个潜力。天水一墅由知名口碑建商力宝建设打造，拥有90到100坪独门独院，一层一天地的规格，与市区大楼相比，购买天水一墅还能省下千万房价，相当超值。总价只要3288万起，就可以买到拥有自己独立的空间，还有独立的车位。更重要的是，它的土地就有将近占了快50坪的尺寸，等于是用市中心大楼旧公寓的价格，你就可以换到一个有天有地，享受自己独立生活空间，不管是招待朋友、招待亲友，都有一个非常好的丰富设施。天水一墅要让住户在淡海市中心享受到完美生活品质，入住法式庄园，回家就像在度假，更显价值与尊贵。